一，余岛买十四计，神马镜台善恶。如今的175伏战豪门之间竞争非常激烈，镜台宝宝是他们更新的重点。近日，余岛伏战队买入了一只十四计的神马镜台善恶童子，技能完美，只需要戴上高明斯宝宝套就能用了。根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只童子是余岛的物理老板买的。二，李总买1073神器扇子。李总在加盟雄鹰领服战队之后，和叶总一起不断提升团队的硬件。近日，他又从紫禁城赵山河手中买下了这把总伤1073的扇子，配合手中的第一长杖，未来他将同时玩花果山和大唐两个号，成为雄鹰领服战队的主力物理。三，苦难打成镜台善恶魔童。近日，苦难在直播过程中又打成了一只镜台善恶童子，在同类型宝宝当中，这样的资质还算是不错的。谛听在豪门服战队已经基本饱和，镜台童子和魔童已经成了现在炼妖界的主流方向。四，山哥出的无级别水清链被倒卖。距离珍宝阁山哥鉴定出这条135无级水清项链已经过去快一年时间了，近日又有人开始叫卖这条项链，宝石居然还是零段，很明显山哥的这条项链是被倒卖了。五，160凝脂封印鞋出炉。德阳文庙服务器新出160封印凝脂鞋子，尽管属性非常一般，但是封印命中率高达 1.86%， 非常强悍。随着封印特技装备不断产出，未来豪门的风系或者地府基本上人人都会拥有封印特技装备。